我们要乘坐你们的航班。哦，您请说。一个背叛诈骗罪的罪犯，我提前给你打个招呼，就是希望你能注意一下，千万别出什么事。好，方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完成任务。 你好，你好，乘务长，这一路可要辛苦你了。别客气，领导已经交代过了，有任何需要您可以随时找我。好，谢谢啊。请。给您，请慢用。你好。你好。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给我来杯水。好的。您呢？一杯热水。请稍等。 机长，咖啡。怎么换人了？艾美丽在伺候犯人呢。犯人？什么犯人？师傅，什么犯人？我怎么知道？是不是担心艾美丽啊？我问问还不行？ 您好，这是二位的水，这杯是给您的。好，这杯是这位先生的。谢谢。先生，今天飞机的空调开得有点大，我看您有点凉了，这条毛毯在您冷的时候可以披一下，麻烦您接一下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谢谢。这是我该做的。 吃点什么呀？哎，饼干行不行啊？嗯，美丽，今天你真棒。对呀，你太了不起了。哎，对了，是美丽，连犯人都给你鞠躬，感谢你服务呢。看来啊，我们真的要向你学习啦。对呀，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就像对待平常旅客那样对待他。其实你这种最简单、最平和的心态，反而最难得。如果我们机组的每一个人都有你这种心态就好了。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向艾美丽学习。 不管遇到什么样特殊的客人，都要平等对待，一视同仁，这样才能彰显我们作为一个空乘的专业素质。对对对，都向艾美丽同志学习，平常心，康慧姐。谢谢。哎，向我学习，这个就当做学费了。哎，小心烫！美丽，你真棒。是啊，以后好好干啊。 怎么磨蹭？美丽，我们先走了啊！拜拜，美丽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哟，还不走啊？哦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呗。哦，你看我这还有点事，你先走吧。是不是有约会啊？ 没有啊，哎呦，看把你紧张的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你讨厌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哎呦。
美丽，你是做地下工作的，干嘛这么鬼鬼祟祟的？哎呀，我不是怕被别人发现吗？有什么可怕的？咱俩不是偷情，真受不了你。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？咱们的事现在要暂时保密，不能太张扬了，小心隔墙有耳。哎，神经！你还那么快干嘛？快了不行啊！违章怎么办？罚我的钱，罚你的钱。你的钱就是我的钱。那你的钱呢？我的钱还是我的钱。那越不讲理了。爸。哦，来了。叔叔。坐吧。坐。爸。小小今天过来是想找您聊一聊。哦，小小啊，你想明白了。叔叔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和您认真的聊一聊。我觉得即便我和家俊结了婚，也没有必要辞掉工作。您看我这个想法。难道你还不明白你们两个的差距有多大吗？尤其是你的工作。我们林家的儿媳妇怎么能去做伺候人的职业呢？叔叔，我从来都不觉得职业有贵贱之分。我没有觉得我的工作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。您的想法有点太偏执了吧？是我偏执还是你固执？看来啊，你还是没有想好。这样吧，等你什么时候全都想好了，我们再谈。哎，叔叔，我还想……小小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早也不跟爸爸打声招呼。你让开，我已经没什么可跟他说的了。别生爸爸的气了，他也是为了我们好啊。为了我们，我怎么感觉这个我们只有你没有我，对吗？我们订婚，你有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？你爸让我辞掉工作，安排那些所谓的课程，有没有问过我喜不喜欢？说来说去，你爸让我学这个学那个，就想把我变成你们家的高级服务员。小小，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我也觉得对不起你，可是就算是为了我，为了咱俩的感情，你能不能先暂时迎合一下爸爸？爸爸他这个人呢，就是嘴上严厉了一点，其实他心里是很欣赏你的，真的。我们一起努力，我相信他会理解我们的。小小，只要我们不放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相信我。艾美丽，起床了。你来干嘛？你来干嘛？你怎么能随便进别人的房间呢？怎么了？咱俩是男女朋友，我进来不行啊？哎，男女朋友你就可以耍流氓啊？你来多久了？我早就来了。你早就来了，早就来了，你干嘛呢你？行了，别闹了，老这么贫，赶紧换衣服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去个地方？哎，我要换衣服，你怎么还不走？我走什么呀？我不看不就完了吗？我变，这样这样。你不看是吧？这样这样。走不走？
你到底走不走？哎，我走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我别闹了，我走，我走还不行吗？让你走，我走，你快走啊！哎呀，别推，别推呀、啊、你！快点，走。臭藏獒，真是的。原来你是要带我回家。对啊，你也该回来看看了。你想啊，你都有一个星期没回家了。这你都记得？啊，我给你妈呀买了礼物，你说她会喜欢吗？小藏獒，我看你是有备而来呀，想讨好我妈是吧？那当然了，你妈是我未来的丈母娘，我能不讨好吗？机会，好好好，行，赶紧叫你妈吧。妈，哎，美丽回来了。阿姨好。哎呀，哥。哎。啊。阿姨，美丽已经答应我了，做我的女朋友。你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来，坐。哎，来。哎，对了，阿姨，这是给您买的。哎呀，你多不好意思、啊。哎，你点小心啊！你拿着。谢谢啊。哎、好。哥。好。吃鱼。好。吃肉。好。阿姨，您别说啊，您做的饭确实比艾美丽好多了。那是，来，好吃多吃点儿，来，再来一口。哎呀，好，够了。妈，你还当不当我是你亲女儿啊？能不能给我一块肉啊？哎呀，你还让妈照顾啊？人家葛敖第一次到咱们家来，你不照顾还不让妈照顾啊？真是的。好了，你想吃肉，我夹给你，好不好？看你们相处的这么好啊，阿姨心里真高兴。葛敖啊，阿姨把美丽交给你了，你好好带她啊。她脾气不好，耍性子，日后啊你多让着她点啊。阿姨，你放心吧，我呢不会让美丽受委屈的。阿姨相信。你就别唠叨了，赶紧吃饭吧。你看，耍性子了吧？以后他要是跟你耍脾气啊，他要这样，你就别理他啊。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妈，你怎么那么偏心呢？你就不怕你的亲女儿被别人欺负了？嗯，不担心，我就怕你欺负葛敖。哎，他要是耍脾气的时候啊，你别理他，你来找阿姨。阿姨给你做主，教育他。阿姨，我就等您这句话了。有您这把尚方宝剑，我就放心多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跟阿姨开玩笑嘛。来，哎，咱们俩吃块土豆啊，多吃点。